三年内的另外十间节目，但是住在大家中华行业开始的去探险，遇到任务做得一家万顺，如果遇到必须，就会老年中华合作了。因特殊都要天天夜到深夜慢耐去了，接受各种挑战，中华去接拳银木水火土。蓝烟燕山墙，都有下历史，是文清国的营养群，主看法好色文，拿到总结所有职业。再后来其他几位成员进行派铺不发水，第二位积分为中下边狼群，第二是十八点钟的任务，那三十年会拿到总结所有职业呢。面对亚白不发水，大家都有无穷用的心情哦。我觉得很紧张。这是很多强敌耶，压力很大。要补功课，你怎么样？高兴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可以玩。开始抽签，请注意。上下落叶时十八点钟，分作团体赛、老街人赛。团体赛看合作精神、两头力、老沟通能力；街人赛是看当事人解决问题的能力、理解力、老情绪管理。今天是团体赛，来看下抽签的结果哦。选谁当队长？他。他在我们班是班长。哦。抽到他们两个女生，什么感觉？哦，可以打高兴了。毒奶。为什么？为难我。我觉得，南哥的心情还有骨子你就好了。就赢定了，为什么？那我们就要抢。大哥，真的我最强，哎，不要你。三组的成员都点不彩，用前组。今年有两台公路，一个是青色彩，一个是紫彩，第三天露营加身。青色彩。各组有一种地图，一只彩蓝的，一台天然茶。照地图的指示，一关一关去清洗出来。上次对无穷用的蔬菜出发，吃到了决定会行哪一条路线。米红色彩有一本，米的地点还有问题重大，答错的就得拿到难熬的买菜钱。米关色彩抢一分，不过菜钱就得重复拿。一下就跳下落去清洗出来了。一下分各组三分钟，讨论一下计秒，决定爱热天的蔬菜。秘密场茶站，好 ，OK 啊。好，好，谢谢。OK。去哪里？你好，我们先去。我们先去 A 在哪 ？A 我们先挑近的，挑近的，那就是我们要去那个杨木色果园。好好好。所以我们先去 F， 再去 E， 再去 A， 然后往回走到渡船 B， 然后 C， 然后 D。等一下，不是先去哦，对 ，C 那边有钱。好 ，C 那边有100。OK， 结束。OK。哎，等一下，借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准备出发哦。准备出发。亚达贝是尼兰耶燕山乡的女上山区，天牛的是早期老里亚卡结合。落港中年天数的来天机，一下三组的新人呢，做出天牛的茶去清洗材料。风吹的第一站来到的泥缝精密厂，因为复苏了，为了强势的植物身体迅速动态。古说啊，起码为了要注意。除了十只已送的复苏螺，张奶都已合乱哦。耶，我们有四只了。他、啊、为什么要抓复苏螺？因为我们烟苗插下去啊，你不把它剪完的话，它会把你的烟苗吃掉。是。你那边几颗了？一二三四五，五颗了。你那边几颗？十颗。好，恭喜你们达成任务。好，这是你们的奖励。谢谢。
哦。单脚。好，然后那你下一个点要去哪里？去一。一。你怎么？一是什么？香草飞飞。好。然后拿香料。好。好。哎，现在狗跟我们同一队吗？带哪里呗？不用吧。要就在那边。然后这些收完就可以去拿钱了。望出个起站，来到的连城农特产品馆。主人将老菜园的菜摘收下，爱人留伫天边菜下，父母识得熟脚步，完成一项任务，就做得拿到饱满一饱。我安妞，你没事吧？好，这些菜有没有？就这样子平均这样子，这样撒。OK。这样撒。OK。麻布嘛。昨天的时候不是有喷一些那个养乐多那些吗？那我们要把它，就是要把它发酵回去，然后让它成为那个自然肥力，所以我们要利用那个云黑布。好。好。煮成过后，菜叶要平料一下的，做物该要铺菜盒，填无数搞布呢。哦，原来安尼啊，做得保护奶牛，温度低料一下的，吸收菜盒发酵的养分，每看唔会上差错哦。用焖的，对，用焖的，就跟那种焖烧锅一样，对，你把食材焖在里面，然后把脚泡在泥巴里，超爽，很软，超软，超爽，快点啊，专用，就是快啊，我快要用好了，好，完成。我今天因为你们就是有帮忙，就是盖云黑布嘛，那今天的奖励就是大如美。好，那你们现在就可以装袋子。我们到了这地方了啊！快点，到这边了。南水仙来到的杨木树果园，夜晚的烟雾下，变成毛茸茸的土马豆。所以比出头加工的种类，就做得老土马豆拿走哦。这就是淘汰了，对，那个就是淘汰了，啊，答对了。淘汰龙头麦豆是女生三期其中一项提升农产，因为带下尖尖，可以来种土的，就拿去安养养。好，来，这个小朋友给你吃。哦，谢谢。南翠完成任务，顺势拿到东多包的头麦豆。不过，第二条我一切都安好有没有？我们要去淘汰，我们要去碾米厂。可是他们已经来过了。哦，他们有过吗？有。他几点了？看时间够吗？够了。我真不知道前面要做什么的。然后我们后面还要。好，你们决定现在要去哪里？先去那个。先去哪里？我尽量的走比较近的路线。好，好不好？我们先去这个连城农特产品馆，然后我们再去拿这边，浅浅那边大树宫那边。去大树宫。哦。然后再来，等一下，先不要跟他讲那么复杂，先跟他说，先。啊，就是先去连城这个地方吗？对。啊，讲好啊。OK。我就尽量的抄小路啊。好，抄小路就好。好 ，OK，OK。好，好 OK, OK 好上车，准备喽。没有人啊？大路妹，大路妹，这个吗？啊啊啊！还被过关？对啊。为什么？南翠连两摆，马家都没拿到。虽然有得位神猫，不过其他条五十只，依旧是下一个任务。海苏北工业馆要回答三个问题，答题就得拿到50元的假彩金，来看那南翠的表现。不要听成山猪哦，山猪哈，那山猪都长得很茂盛，就表示这一棵树它非常的健康。对不对？如果是山猪的话，就掉下来。山猪对啊，那是山猪啊，就种的山猪，很珍贵。
第一题，请问大树公是何种树？茄冬。答对。我上面有写。第二题，请问大树公大约几岁了？三二一。C。三百多岁。请问这棵树的性别是？雌雄同体。你要不要发动看看？我很累的。张宝的。哎，走走走，发动了。好。姐姐该埋伏你了。来，我跟你们介绍，来，我们这边养的是什么鱼啊？玄冬鱼和香鱼，对不对？还有鳄鱼。鳄鱼不是鱼啊，鳄鱼不是鱼哦，是吗？你看看就知道是什么鱼了。这是鳄鱼耶。哦，原来是鳄，不是鳄鳄。老鸭就摇到我自己的硬币包里，跳出来拿到奖励，好不？你们已经过关了哈，这是你们的奖励哈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再一个字哈。好，收到了。没有鱼了。你们站好。不要再说了，拜拜。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我觉得我们好衰哦，要去哪里摘、啊？对啊，我们去了五个地方，三个地方已经被拿走了，所以只有拿两个。我们要去哪里摘去？完全不照我们的计划进行，对，一团乱。对，那怎么办呢、啊？你们是太慢了，然后被东西也买走了，这边也被买走，鸡蛋也买走，鱼也被买走了，怎么办呢、啊？就只剩下豆腐乳跟韭菜，韭菜，走，不要韭菜，豆腐乳，一，凤。凤凰树甲虫生态馆。来告诉我，他跟着我们。我现在跟你们说的名字，跟它的外观还有味道，你们都要记住哦。亚冠的任务是披熊色草。我夹掉老专家教的十种熊草的秘史，还有名的记起来。三三年连续抢答，答题就得拿到二十分元哦！我换一只手指。柠檬香草。哎，柠檬香味害我。等一下你。对啊。对啊。柠檬马鞭草啊。这个是香蜂草。还有柠檬的味道，对不对？它没有巧克力味啊，所以猜错了，所以答对四题。我们去了三个地方有东西了，都没有到，赶快，要赶快哦。时间多久？大概。快点！我不要问这个问题，快一点，赶快！我是专门拖时间的啊。我们要拿食材，然后再有刀菜给老人家吃，所以我们要拿豆腐乳。拿豆腐乳，可是。要拿东西之前要闯关。我知道。古月光的任务清简单，捞一只古月松蛇，就做得拿到王里漂浮一干。太棒了！走了啦！好，你们是先谁先到先抢就对了。好嘞，来看那众神机，蓝翠总共拿到两红色彩，捞一百个元的假彩金。红翠拿到三红色彩，留一百元的假彩券。黄翠拿到两红色彩，留一百八十元的假彩券。大家都拿到色彩了，接下来啊，就要同三天老人家假彩。下一挑战，谢谢厨神就要出现了。谢厨神。本日拿到的食材，爱煮菜本山区的老人家来食哦。特主啊，爱在限定的时间内完成两盘菜，就做得拿到两份。老人家出食过后，用筷子先出一个好食的菜，拿到青岛筷子的前三盘菜，就做得拿到一份。前面头爷还会做团聚精神大份哦。讨论好诶。
琼哈来看呐，大家猪皮儿猪马的菜呢。凤吹煮的是煎香鱼、老炒饱马。凤吹是浅炒煎卵、老煎香鱼。冷吹是黄梨飘乌鱼炒鸭脸、老土马豆炒卵。把鱼放上去，你要放上去。对，小心哦、喔。鱼不用洗啊、喔。要洗哦、喔，怎么洗？哦吼，望出一开始就堵到难题，会损失半身体木木啊。抱去。要补什么？要补什么？盐跟油都有了。香蕉蛋。不来抹盐。还不要抹。这腥吧。这颗青啊，你看这鱼红色，要杀吗？要杀。你在哪里？拿去给他。不知名看起来像有煮出的香的呢，不过唔知咩信用的呀。冒强哦，哦，我跟那个他说的话，他应该开心吧？我们熬了两种东西，把它放进去。可是你确定我们这样懂一懂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浪费水哦！我煮那么久干嘛？那你拿什么？啊面呢？面，大家都不要煮面了。啊煮什么了？水莲。啊，那你，我们都煮什么？都煮什么？啊，快点啊！要让它焦掉就对了。要全部打吗？全部打，看我们就好了。可以吗？这张可以算什么？可以啦，那我可以吃了。可以啦，下去小蛋蛋，我去帮他。要帮你吗？给我啊，刀给我。我切。哦哦，这样切哦，那我会切啊。但是他们想的，他们只是叫我去弄什么东西，他们叫我做什么东西。因为我们这三个人都，三个人在家都有帮忙做菜。活动中心有很多阿嬷、阿公啊，他们都非常有煮菜的经验。肉哎，你可以去找他，不用，他来帮忙。不用的话就不用请。我们这组有两个大厨，南区有两个太厨，老一类青白条的处理，看起来萌萌的哦。对哦，我们番茄也种的还没切，这里哪里？快点做了，二十分钟而已。怎么咸了？哦，好咸。你找阿嬤来帮忙煎。再去抹盐啊！哎，盐给我啦！哦。我拿去你抹。我抹。快点切。我不会接这个。好了，马上。大女儿，我。完成两瓶菜，加两分。我觉得可以吧，这么厚。黄翠完成两瓶菜，加两分。肉，你怎么切那么大块？你要给他们噎死哦！不会，真的不会。抱歉，他们可以一口一口这样子，我带娃。他们可以一口一口慢慢吃哇。我觉得咱们都每天都吃这样子的。你觉得这样子 OK 吗？你觉得？我要看你觉得怎么样。他不是老人家。先炒饼干。
点子唔是明天输嘅冷水，未损失完成量出材料，因为团水清掉达，再加两分。总算做得帮阿公阿婆来爽一下咧，来出菜为亲属都太解欢迎咯。那在那天阿公阿妈试吃的时候，你心情是怎么样？紧张啊，紧张那个炸鱼那天不用看看过。结果？奇迹发生了。来从天时结结果后，来从第一名跌到最后一名，来规气唔敢同同学讲来最后一名。啊，来今日来也是比赛有名的，来讲从规气同同学讲来有名的。满意今天成绩吗？嗯，今天都是我的强项。那你对于会不会进入决赛有没有什么想法？尽力而为。你在味调味上面就跟阿嬷的味道不一样，这一点吃亏你自己有什么想法？我们那种是亲自创意，年轻人的创意，比通常还要高，感觉蛮开心的。一开始就是他们在帮我，然后我根本不会做菜，然后酱油加一堆，那这样子我就没有觉得。啊？你这样得几分吗？是，然后再加分。哦，满意。满意啊！对，为什么很满意？因为可以进去。还没有哎，明天还有一天呢。知道啊，但是现在进去就很开心了。啊哦，太大的成绩都懵懵的呢，还匍匐发腮，前面是那闪闪阴阳呢，很吓你吧，见了。快点！哎，不要动了。